媳妇儿，看来我这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。你别瞎说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？你说吧，别说一件事儿，一百件事儿我都答应你。你就带我去医院看一下呗。上医院多贵呀，多喝点热水就好了。那我这是骨折呀。